每天打招呼都 Hello Kitty。今天要去迪士尼了，首先呢，化个可爱的妆，先打底。想到今天防晒肯定要有个有遮瑕力的、比较持久的妆面的气垫，一点点一点点的上。它这个呢是半哑光雾面质感的，看着还挺高级的，而且它不粘，滑滑的。我这个呢只是薄薄的打了一层，它就已经把我的一些小红点给遮住了，遮瑕力不错。而且戴口罩不蹭妆，控油能力也非常好。遮瑕叠加一下，哎，有颜色的黑眼圈的这个地方，它会瞬间的就提亮。我一般呢是用中间的这两个颜色，就是一个是粉色，一个是这个叫什么，哎，反正就不管了。我一般就很粗糙，就是这样子，先用这个把这个轮廓给搞一下，然后再用底下的这个颜色再扫一扫，这是非常精简的化妆，就靠手指。现在把我的卧蚕也打一打，然后再用个这种的布灵布灵。因为今天呢是要去追我的琳达贝尔还有我的可奇安宝贝，所以呢我要在我的眼皮上面打点布灵布灵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哦。Okay. 睫毛，日常的话其实都懒得刷睫毛，但因为今天要去见小五星，想用它。妆容不差不多了，今天出发 ，Let's love， 请来看看我们的女司机。我们说的对吗？对呀、啊。啊。上错电梯了。我们上了电梯才发现。我们上错电梯方向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加油，加油。元素是的，不错，我们感觉很大哦。可奇安的这个头饰，一点点，看到雾面，很时装。口罩戴了那么久都没蹭妆，遮瑕力也不错。琳达贝尔的，但是我刚刚刷了好久的可奇安冰冰的视频，太可爱了，我要去拍冰冰。妈妈爱你，妈妈要把奶黄色的小狗狗守护起来，妈妈要买好多奶黄色的狗狗，妈妈不允许你一个人在雨中独自一